冠伟怎么可能？冠伟会臭我？怎么可能？有什么好臭的、啊？不是冠伟，不是跟我们贼客都是同一个家乡，都约德尔乡的吗？想结束不是续订的前先打仗，那个罗总来，解个气，解个气，解个气。啊！干破你娘他妈的！约德尔人他妈不讲信用的，是不是啊？干约德尔人都他妈不讲信用的、啊。好啊，没关系，哎、欸，挡上我 YT， 他妈就不要被我遇到你的同胞贼客，直接把他腿打断。